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！我们现在玩的叫一个解密地图，叫追凶的少年啊！咱们已经玩过一次了，是吧？不是玩过一次，刚开个头，然后就让作者给阴了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千刀地奇，这是作者的名字，别老挡着我呀、啊！好吧，这边有一本书啊，咱们再念一遍吧。流氓，没错，这就是你的名字，你才流氓呢。学校有一场嘉年华，该出发了。然后这边明明点的是开始游戏是吧，然后点了以后就死了。然后看他说啥啊，这个按钮是假的，所以真的在哪儿？然后咱们找到了这儿啊，这有个按钮，看到没，他写的好像有什么声音。我这里有个按钮，是啊是啊，发现我去吧，咱们同意一下，我去吧，你们这321啥意思啊？空气，你过去呗，我去，你非得你去。啊，我真是，你们过来，我只能这么过去。我去吧，我能把你们一下招过来。啊，你这费劲劲儿。我再把他给招过来。我点吧，下回按钮啊，你们别点了，行不行啊？好吧，来到了学校的嘉年华，这个意思啊。等一下，我的作业去哪儿了？不行，我先得找到作业再去参加学校的嘉年华。作业，像这样的地图吧，一般都是在这么画里边是吧？卡的，作业都能丢。我严重怀疑他作业根本没写。哎，这边呢？哎，没有啊，这下边有个箱子，没有啊，里边没有，有个箱子，我看到了，没有。剧情，我点开剧情是那个呗。等一下，我作业本呢？找到作业本。OK， 我看一下啊，作业。哎，这有个箱子，父亲的钢笔。我找到个父亲的钢笔。然后呢？作业，我找到作业了，夹在作业本上的钥匙，我找到了。就这样就可以啊。然后咱们看一下那什么啊，这有个叫秘籍的东西。你这哪是秘籍，你这不打广告呢吗？那走了啊，我去吧。喂，我去吧。OK， 糟了，我的作业本还没写完，赶紧去补上。作业本没补，作业没写完，他说。别老瞎放东西，咱们还以为是那什么作业本。补完作业，当前任务，存档点，存下档吧。回答问题，一加二加三加四乘以零等于零，等于零。喂，等于零怎么错了？哎，我这，你，等于零，对啊。那等于六啊，是不是有病？等于六啊，英语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什么英语？我没存点，没事，我能把你们招过来，我不说了吗？我在前面走，你们就能跟着过来。我看看这啥呀？我的世界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？Minecraft。喂，我去，我气死我了，能不能不走了？英语在哪儿呢？哎，数学这是啊？哎，怎么变数学了？英语，这俩不一样吗？哦，不一样，这什么语文？过来没？你们别我摁呗，我去了我还能把你们招过来，你们别这么瞎跑行不行？床前明月光，想喝疙瘩汤，鸡蛋破一筐。一般都是左边不对，那我点右边。喂，我这哪，这纯耍我们呀，这是。你们能不能不摁，让我摁呢？咱们统一一下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语文，鸡蛋破一筐啊！你不早说，你点的右边。
真是。等会儿我把你们传过来。野花，你点一下，点一下存档，点一下存档。对对，点一下就好了。走吧走吧，点左边呗。这根本没有什么逻辑，也根本不用走脑子。我的妈，你让我过去，点这个呗。哎，点左边怎么也不对呢？那咋整啊？两个全点过啊。想喝疙瘩汤，鸡蛋破一筐。这是不是有按钮啥的？哎，我这别摁了，我这两个好像都不对，两个都不对，伙计们，别瞎了，能不能统一一个人摁呐？哎，我的妈，床前明月光卡住了，这不有别的东西啊？这个货怎么这么损呢？这个作者啊，喂，我去，瞅一眼再摁呐。谁摁的哟？我找到了，你找到啥了？你点的左边右边啊？在这里，在哪儿？啥呀？哪儿啊？哎，你怎么过去的啊？哎，爱咋咋地吧。哦，终于写完了是吧？我看看这写的啥，白色后面。野花，你过来啊！这人一看就学习不好，不好，要迟到了，坐公交车去吧，走吧。哎，空气呢？我先去的。你们传送我，是你过来，是我们过去啊？去你那儿过来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真是。咱们能不能统一一下，我去空气那儿。好，然后呢我把他们再招过来。我在前面行不？然后我招你们还费劲。出门了呗，这是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找公交车去。怎么他塌陷了，好像我有好多年跑酷经历，难不倒我。啊，从这还走不了呢。哎呦我去，这假的，假的，有空气墙，哈呀，哎呦我去，这有空气墙啊，这人太损了。得跳到这再跳到那儿。哎呦我去，这空气墙必须踩在我这脑瓜顶上，然后呢，然后踩这儿，伙计们踩这儿。你再这样我作弊了啊，你过分了，你耍人呢，你得节奏对。嘿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有空气，对，我不告诉你们那边有空气墙。这谁敢动啊，这哎，过不去啊，啥玩意儿，作弊得了不？哎，过去了过去了，跳跳啊，过去了，等会儿我过去，你别动啊，我去野华那儿，然后把空气给拽过来就完事了。行，咱们都过来了，我们都是高手。老板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回事，车站就是这儿了，走吧，上车站吧。你干嘛？咱们开那什么榜，你别给我干死了，和平吧。看见没？来到了车站，等着吧。这什么售票？今天好清静，我们不是人呐！对，脑子给他摘起来，扒他裤子，什么玩意儿 ？OK， 是的，没错，这就是公交车站。不要吐槽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吧，一个一个走吧，走吧。
啊，我走我走。这个应该是个单人地图啊，这么一看呢。野花，你快点儿，你太慢了。哇，这作者真是费劲。哎，我去，我回去了。野花，给我顶上去。哎，不是应该顶回去吗？野花应该下去吗？哎，我真是服了我。去你的吧，我跟他们去吧。我去野华那儿。到啦，我看看这写什么，你们慢点，你们慢点。紧急通知，前方大桥发生塌陷。警方正在调查原因，请无关人员迅速撤离。等等，桥下那个是救援用的缓冲床。跳下去再步行的话来得及。我怎么这么倒霉迟到呢？行了，这样啪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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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。哎呦我去的，我去，我害怕，我去啊！哎，红色的包子跑这来了。嗯，你们搁哪儿呢？我去野华那儿。就我死了，这样行吗？我都记好好几个存档了。没事，我帮你们薅过来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不说了吗？我搁前面，你们就能那啥。最后一次，你看他不对，最后一次不对，最后一次摔死，这怎么弄啊？旁边水前旁边是有空气墙的，不摔伤主要是啊，在红地那儿就掉就摔死了，就不对，正中间嘛得呀，我下去了啊，你干啥呢？哎，你干啥？那我这边设置成重生点了啊。OK OK， 那怎么办现在？这俩干哈呢？搁那儿？作者不应该这么明目张胆骗人呐！我下这儿看看啊。啊！哎，怎么又是这儿啊？哎，我下去了。我去空气那儿呢，你下来啦？行行行，大伙儿都过来吧。这写的啥呀？忘记充气了。那你是怎么下来的空气啊？咱们能不能我点呐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手欠劲儿了，烦死了。等一下啊，我把他们给绕过来。野花呢？野花呢？落水呀、啊？哪有水呀、啊？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终于到了学校。你们家学校像个坟头啊！我去的。哎，有声，旁边有声。哎，学校挺别致，你再点一下。空气，你出去。哎，我下来了，我帮你们薅下来。OK， 有个按钮，我看到了有按钮。行了吧，再往前走看看吧。这学校这是地道战吗？这是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看看啊，校长是个谍战片影迷，每次都要走密道，我也很无语。校长有点毛病。哎呀妈！怎么这么黑？这学校啊！好吧，小伙伴们，这期只能是这样了啊。Okay.